那你承受了你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。想问一下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怎么会突然来到现场？就是要跟他说对不起。昨天看到他这个指控的时候，当下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觉得没有做任何强迫意愿的事情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当时就是在交往。那当时的影片是有是偷拍的还是？不是，绝对没有偷拍。双方是合影的。那他当时也知情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还会找时间跟他见面再谈一下吗？你们小心。会不会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，或是跟大家说？尤其大家蛮关注的。如果这是绝对没有强迫，或是强迫任何意愿的事情。嗯，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他要用这种方式。或是有任何问题，我都会。Bye.